家好，我是平弟，他是吴先生。不，我是小朋友管理员。我不是小朋友，我是管你的。我不是你管我的。yeah, 我们今天要拍的就是让前面的人决定我们的一餐，也就是陌生人啦。我们今天要来 McDonald's 的 Drive to Drive to， 口水又喷出来。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女人吃东西很麻烦。男朋友就会讲啊、吃披萨要吗？不要。很肥，很肥，很油，随便啦、啊，随便啦、啊，你选啦、啊，你选啦、啊，结果到最后选到最后一样没有满意，是哎、欸，头痛啊，小朋友管理员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让陌生人决定我们一餐，让他没有这样烦恼，就是我今天就不用烦恼我要吃什么了，因为如果点到我不喜欢的我也要吃，点到我喜欢的我也要吃。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去那个麦当劳，麦当当 ，Let's go， 拜拜。我们已经到麦当劳了。OK，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然后前面有车，然后好的好，现在到我们的。呜呼，我紧张，我紧张。看，你看我。Hello。What's order？ 先拿 order �engan depan mila sama。Dengan depan OK。OK。啊？真容易的咩？他知道我要点什么呢？喂。他什么都没有讲哎、他就 OK 完了啊，就是给我 OK， 然后去前面买了哦。然后他也没有跟我们讲多少钱啊，也没有跟我们讲哦，前面人点了什么哎。OK， 我们刚刚已经给钱了，大家给大家看一下 receipt， 然后我们现在拿我们的食物。这是什么？不懂哎。哎呀，没事 ，Facebook you want me？ 哎呀，是伊兰。哎呀呀。啊？什么是伊兰？啥料？有 ice cream。OK。哎 ，Fendi， 不是开玩笑呢。Oh my god！ Fendi， 这什么？这什么来了 ？Holy shit！ 我没有看旅行的刚刚。我还没有醒来，你知道吗？我这里面有薯条，然后还有一个 burger， 然后这里面是炸鸡，九个炸鸡。Holy shit！ 刚刚太快了，我没有拍到他给钱，然后。你有看一下那个 receipt？ 哇，我真的是吓到了，我没有想到这么多。OK， Oreo McFlurry， 啥都 ，Spicy McDuck， 九个炸鸡，而且是三倍辣的。Holy shit！ 哇，总共花了这一餐总共花了100多块。看错了，这一餐总共花了71块。一餐花70多块。哎，这一餐哦，70多块，我们可以吃三餐，你知道吗？我们还是不要让前面的人决定一餐好了。接下来我们回去再让大家看到，因为现在在驾车。然后我们先回家先 ，Let's go。算了，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了，然后再跟你们解释为什么我们会来这里。这里又是哪里？我们等下会按门铃，大家会知道这里是哪里呀 ？OK。Let's go。下车吧。哇，很帅耶，真的是。哇，眼睛都开不到了。我们现在到了这里，然后我要按门铃。按了三下，他会开门吗？大家熟悉吗？这个地方是不是看过谁的影片？回来有没有？回来，谁？哎呀，粉红色。哎呀，你猜猜我们来你家做什么？来你家拍影片可以吗？拍什么影片？你要钱的哦。啊，要钱多少钱？这样子来我们家拍 content 的话，我们算你3000一部。好啦，没有问题，你有免费看，我敬给你。你讲啦。观众们听到了啦，那个美多呢要放那边。我忘记了，还有一个水我抛弃它。哇，这个水很重要哎。好，贝尼啊，偷吃啊。不不，我已经在拍这了啊。耶、yeah, ，我们现在来到了七条水的 studio， 然后我刚看了这一个啦，这个是最新出的三倍辣的炸鸡。九个哎，它是开发地是吗？不要玩啊，贝尼。你开发地啊？你请我们吃啊。我请你们吃啊！哇，冰冰难得请我们吃东西哦。因为很辣，我也不能吃，你知道吗？而且我们两个人也不可能吃那么多。然后阿元他们呢？好像他们继续有，我只有我一个人在那边。啊？几闷？我以为七条水猪猪丢这全部在一起，哪里知道丢我一个？全部各自去拍拖呢？哎，快讲啊！嗯，这就是我们的一餐，好像三餐这样多哎。
这是三杯啦。你怎么敢去吃我的东西啊？顶啊，顶不住你。对。6点多，我们才刚吃第一餐。那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吃了啦。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大胃胃。什么大胃胃？大胃人，大胃人，大胃人。等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个大胃王的挑战啊。然后也是，开始吃。你要哪一个肉？你要吃什么肉？鸡腿呀。鸡腿。我第一口来呀。哎，你以为吃你的脖子？不对啊，这是我的啊。哎，你妹妹，你舔掉。我觉得我要看你吃那么，人家那个辣一来哦，我就不能顶了。你看，不是没有吃。哇，有辣哦，不要玩。看你吃又不会辣。哎，不可以喝水，我们头上不要喝水，不要。那个辣还没有上来，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吃。然后一上来我们就不能吃了，这一集就看我们吃就好了。哇，刚刚那个人点到 ice cream， 不过你们一直讲那个人是谁？让陌生人决定我们的一餐。哦。有看过吗？有。很多人都有拍。哇。可以，我要吃完了。啊，喂，不是讲不要喝水吗？哇，那个人不要玩，他买9个，我看他每天吃到傻掉了。他是不是也要拍影片？等等吗？那我刚才应该注意看一下前面是谁了。那是 Tea with me。别玩。不是啊，你们的东西我睡了。算算。有辣到，有辣到。他比韩国拉面还辣，然后他后面来的那个辣很勾力。不会喝水，不会不会。那第二个。第一个你吃完，我早就已经吃完第一个了。我们干嘛捏在这里？我们关这局吧，10秒啊，好本啊，1、2、3。很辣，烧啊，很辣，把我流汗了，够力了。我的观众看了我3年影片啊，都没有看过这样激动。啊，老。哇，那到肚子喉咙很烧啊！跳出来！哪有？喝水更辣，然后淡定一点。很辣！我不能。要玩，你对不对？我辣到不能讲话。来了。刚刚流汗，一喝水过后就完全停不下来了，那个辣。我不能了，喝不下了。我建议观众啊，如果不怎么会吃辣，真的是不要吃这个，真的是很辣。你们想 try 的话，你们可以 try， 但是等下进医院不关我们大家的事情， OK。冰淇淋可以解辣，但是喝水过后。更加辣，最多它是3个哎，加买一个 burger 哎。18岁以下的小孩子们，生的是不可以吃。18岁以下的孩子们，绝对不可以吃。18岁。18岁。等下把裤子找妈妈。好，那大家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记得要分享、订阅、按赞哦，也别忘记去 follow Benny 冲虚会的 YouTube channel， 他的个人频道，还有去 follow 吴先生的 Instagram。那我们。还有，不要忘记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还有 Findy 哦，还有 Benny 冲虚位，还有 Tong Ming， yeah。那拜拜，我们下期见喽，拜拜。我要去大便。哈哈，不能打你。他中了吗？冰毒很骚哦。你中了。冰毒很骚。加油啊！拜，保重。刚才 Square 回来了，然后我们就要给他吃看。准备好料啊你！我觉得他会很辣哎，他连水都没有哎。喂 ，Square。Square。哇，看了一片了。哇！你选了最大的一个，然后。你是吃就对了。哦、oh. ，我老。
我又有人回来了。哎，又有人回来了，不辣没？我人是辣的。谁？这就不好玩了。嗨。有啊。我觉得还好，不很闹。那个会有反应，小明开始吃。什么？你要我有反应啊？小明，你啊！我辣哦！喂，对，这样啊？但是你要看效果是吗？是不是？